歡迎大家翻嚟呢個 City Walk 全新天地 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 嘅 Open 嘅 Pokemon 嘅決賽喎。係啦，打咗大半日啦，咁終於嚟到決賽啦。我哋見到其實我哋兩位選手都曾經上過台啦，都顯示過兩位都係有非凡嘅實力嘅。咁啊，而家兩邊好似而家準備緊連戰嘅。係啊。講翻兩位選手咧，佢啲 ranking 嘅戰績咧都幾高喎。係一個 A1， 一個係 B 嘅。係啊。即係要上到呢個戰績咧，我諗都要打咗1000場以上先可以做到。用嘅時間都非常之長，都真係。呀，嚟啦，連線冇問題嘅，而家準備緊。好啦，而家大家開始選擇佢嘅 Pokemon 啦，同埋佢嘅 support Pokemon 嘅，我見到有維 Q 同埋烈空座。哎呀，呢、這個都係要課金先有噶，都幾勁噶。其實我見人哋用 Mega 烈空座一衝過去一個滑龍點睛，就打咗你成100血槍。100血咁其實好多分之一嘅，4-1咁滯。冇錯噶，好啦，而家比賽開始啦噃。我哋見到左手邊有帝王拿波同對右手邊嘅黑暗超夢夢啦。好啦，唔知兩位選手會諗住點樣作戰呢？好啦，見到都揀開咗十個啦，正式開始彎彎嘅比賽。咦，就見到好似係 Cresselia 喎，維克先換翻 Cresselia。係啊，咁可能用另外一個方法啦。而家但係唔好理啊，接近咗帝王拿波，不斷用啲好強攻擊啦。Greg 成功咗之後咧，帝王拿波啊，再做一個精神衝擊嘅。係啦，帝王拿波再做足多次之後，擋嘅時候都係俾。好啦，帝王拿波個血量冇乜到嚟，而家嘅時候，我咁快就儲到呢個報名雞，然之後再嚟一個 mega 進化，睇嚟，哇，帝王拿波未扣過血喎，黑暗超夢夢，好厲害啊！再腳多次之後，哎呀，有冇陷阱？有嘅，19有冇辦法可以逆轉？唔得啦，因為放咗個陷阱喺後面之後咧，帝王拿波即時攻擊都冇用啦。睇回合係壓倒性嘅勝利喎。哇，咁而家睇下帝王拿波嗰方面嘅台灣選手點調整啦。哇！呢個時候，帝王拿波都係中個中唔中，想拉佢出嚟，但係地震打咗落嚟，中咗帝王拿波嗰度。始終啊，好多唔同金寶技啦，貪切門好強噶啦。係啊，無論後退定前進咧，都會受到攻擊噶。帝王拿波而家一連咗攻擊啦，係打中咗貪切望望嘅。但係貪切啦，貪成功咗啊！但係啱啱佢大攻擊做唔到啦。水流噴射中，但係咩假進化啦而家？好啦，呢個搞夢機出嚟啊！搞碎咗，都拉翻開少少距離之餘咧，都減翻去少共鳴時間嘅有效時間嘅。但呢個時候 grab 中咗喎，呢個時候都中咗，但係呢個時候共鳴時間就仲有剩翻少少，而家用咗一個共鳴成分回翻啲血咯。喺度咯，冇事啊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剩翻少少血，但係呢個 grab 中咗喎，第一 set 係由探子木木嗰方面贏出嘅，都幾壓倒性。第二round two 嘅話係都有機會嘅，但係都未夠咯。爭少少啊！啲人講未夠。我哋有冇機會見到其他嘅蠢落場呢？係啦，然之後今場大家都冇時間開必殺技，可能開必殺技個空隙會比較大啦。因為如果萬一 miss 咗嘅時候，你又俾咗機會人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見到大家都係冇換任何精靈啦，都係帝王拿波對呢個黑暗超夢夢嘅。好啦，咁你會採取呢個三盤嘅兩個啦，頭掉咗飛行道具出嚟。係啦。咁而家都係一個遠距攻擊嘅光芒光柱啊，電球啊，不斷用好多嘅遠距攻擊，好多好多血喎。好啦，拉近完之後咧，就可能再發啲失敗啦。喺地上講嘢，聽下成功。咁有冇揾啲電子技出現咧？係未有嘅時候，貪心夢魚。又係貪心夢嘅 Cycle Break 精神爆破。好強嘅電子攻擊嚟啊！哇！呢個時候擋到頭先嘅黑龍點攻之餘，捉到啲機會喎，但係都仲根本都冇乜意思啊！係咩搞進化？可唔可以捱到呢下咩搞進化完咧？好啦，又有搞半機，擋一擋先。然之後，哎呀，追唔上嚟啊，爭少少啊！嗱，呢個時候係血量大家都差唔多，哎呀，毀天滅地，中啊！呢個 Dark End Aura， 地球又再破壞啊！打落去個位置係邊度？係咪香港嚟噶？好明顯係唔知噶啦。
帝王牙波就食咗一下攻击之后就呢个回合完结咗。即系话咧，如果黑暗雪梦如果再取多一回合嘅话咧，咁佢就赢出呢场赛事啦。好啦，帝王牙波，帝王牙波要加油啦！好啦，一连串嘅远距攻击之下，超梦梦投咗唔少血帶，暂时都系处于被动嘅状态。但系呢下啱啱成功咗呢个搅拌黑嘅草嘅搅拌机，成功拉开少少距离啊！我挡到之后 ，grab 真系失败咗，但系呢个时候，一个地震又打咗出嚟，系啦，早强攻击，再连续嘅攻击之下，佢趁咗长行咯，打咗长度，然后都系一下 combo 打咗落去。我帝王喇叭决定用呢、這个共鸣嘅机出，但黑暗雪梦多咗个 mega 进化，好紧张啊！又再次赢咗，中啦！好啦，有冇机会？呢下个血量可能未必足够喎、啊，但系都系咁大先算喎，先。地球得唔得咧？顶到啊！地球顶到啊！帝王喇叭，但帝王喇叭嘅必杀技会唔会趁而家出嚟啊？得翻少少时间。系啊，哎呀！一连串嘅攻击之下。超夢示範咗咩叫進攻係最好嘅防守啊！係啊，恭喜曬黑暗超夢夢，咁就成為咗冠軍喎！係啊，我哋第一次 Poker 嘅比賽嘅冠軍啊！恭喜曬，恭喜曬！現場朋友都非常多歡呼啊！